165岁哈，如今来到出的来平金石龙，正甲道中非常寂寞，要来做做是要这边跨过来。这边跨过去，快到树枝咯，有一堆的木桶，来平这时要来运功吃树上的木桶啊。在平不知影，这受伤的木头，就是一观音容的佛祖所变化。这是一种木头卡起，吹胡念就哎呦。你表现即时吹胡念咒，无通知了，在平岛中非常痛疼，疼死我，疼死我，哎呀！哎呀，疼死我，哎呀！你一直停，最有功，无通知伊的嘴内。阮如内家伊个，故作着富同款，最痛疼难中。此时观音要来收在田对我来。一朵对我来，观音收在田。谢谢，真多真多谢，真多真多谢，观音收在。